这是 f(x) 在负一到一的 b 曲线上有三节连续导数，即 f 负一等于零，f 一等于一，f 零的导数等于零，证明在零到一、负一到一的开曲线内至少存在一点可 c，是在可 c 的三阶导等于三这样一个等式的成立。那我想看到这个可 c 的三阶导，我能想到的。存在可 c 三阶导的，也就只有这个拉格朗日余项泰勒公式了。展开至 n 等于二的时候，那么我们就这样做，将 f(x) 在 x 等于零处，按拉格朗日余项泰勒公式。这时候这个。可 c 的范围还是要注意的，是吧？展开至 n 等于二，有 f(x) 等于 可 c 是属于，可 c 是介于，对吧？那么碰到这种拉格朗日余项泰勒公式的时候，我也不知道原理，但是有这样一个规则，就是说我想用这一项为例，准确的说是我想用这个一阶导为例。那怎么样解到为零呢？要在 x 零这个 x 的柱点处展开，也就是说 x 零等于这个柱点，那么这项就为零，对吧？或者这个 x 零在这项下功夫，x 零等于 x 的时候，那是这一项为零，整体就为零。那本题可以看出啊，你看有这个柱点吗？零就是它这个柱点，那就是取。x 零等于零，好，那么，对，你看 x 负一、x 一，那么分别将 x 等于负一、x 等于一代入，你会怎样？x 负一等于零等于 f 零加。二分之一的零负一的平方加六分之三次 cos 负一的三次方，这是三次方对吧？那么另一个 f 一等于一等于 cos 零，这时候就把负一换成一就妥了，是吧？三次的还是要注意的，这要说什么？因为我这个 cos 一啊是属于这个负一到零的，这 cos 二是属于零到一的，它俩的范围不一样，这是两个 cos 呀，这个必须要注意。那我拿这个两室相减，用这个。二是减去这个一是，就得到六分之一的 这个式子。那么我又能得到什么？三等于二分之一的。哎，这个三是吧？现在是我让它等于三，对不对？达到这一步了，这一步然后呢？那我现在要用的是什么？叫连续函数的介质定理。连续函数，
它是干什么的呢？就是通过等式右侧 y 的范围得到等式左侧 x 的范围。这样的 y 就其实函数指 x 就是自变量嘛，对吧？那你看，那就很明白了。那现在因为啊，f 33是连续的，二分之一加介于。之间有连续函数的介于定义，可得。再来一遍啊，由等式的右侧 y 的范围。得到等式左侧，即 x 的范围。存在，属于负一得一。是等于三就 OK 了。